我大概在国小的时候发现自己下巴有歪斜的状况，就是有被笑过说什么芒果之类。长大存到钱之后，决定要做正颚手术。很多人都会嘲笑你，就是哎、欸，你很像李登辉，或是你很像陈伟霆，有点自卑的感觉。因为之前骨爆的关系，也有其他医生建议我垫下巴，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解决我骨爆的问题。手术后，我咬合真的改变了很多。以前我没办法用门牙咬断东西，手术后我门牙就可以很轻易的咬合。前后判若两人，有些人就是突然叫不出自己是谁这样。很多人都会认不出我来，然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哪里变了？好像真的变年轻一点。”我恢复期，我从最肿胀的时候，一直到完全消肿的时候，全部都有记录。我那时候做到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就去做直播了。我跟人家说我有做手术，他们都完全吓一跳。正颚手术、正颚手术、削骨手术、额头手术、选择风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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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自己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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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自己一次改变的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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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自己一次改变的机会。